这顿饭花了多少钱？我还没买单呢，我去买单。哎，没事没，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哥。没事。哎呀，他就是处处提醒我买单。小何，这开口罩拿这垃圾桶能做不？可以啊，你钻个洞不就行了吗？买点这垃圾桶吧，买三个。你们需要垃圾桶啊？买点，这我们自己。没事，让家爷付款，我跟他赞助你们垃圾桶，我跟他 share。 哇，那个尖椒炒蛋，家爷他们还要三个垃圾桶。好，还要什么尽管说。那个没有，那个算我们生产上面的，我们自负盈亏，我们送你们垃圾桶。还好，这三个垃圾桶就是我们的投资。对对对。那不行。那不行。我们现在就用这三个垃圾桶入股了。我们俩好想送你们呀，你们也不要。买点那啥吧，玉米。玉米饲料啊？玉米，对啊，鸡饲料。饲料是吗？可以可以，这算入股了。这可以入股啊？这可以算入股了。玉米你怎么买？在哪里买？网上应该有。网上，好好好，成吨的吗？不用，一吨一吨的。就那50斤、80斤的。碎粒儿是吧？饲料，玉米碎饲料。你们那个鸡从小吃的就好了是吧？对。啊，一直吃高端的食材。100斤。100斤。100斤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100斤啊。我差点送到我家去了。一袋够不够？一袋够不够？一袋够。好，谢谢嘉哥。我要能在这蹲一天，感觉就在这儿上了一电子商务课。在这儿买了100个快递。我们三个人。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？我脑子里想的是，是时候该睡午觉了。你先这样倒下去。来得晚还要午休。说着说着就倒了下去。他被人躺下了。先出去买了个饭，然后回来午休吃完。下午捡点玫瑰花。又到了晚餐，晚餐若萱又做好了。吃完了嘴巴一擦。谢谢十个少年，你们好好的。老师们，我们一会儿吃完饭休息啊，凑个2点我们去剪枝。好，好呀，好呀。好，没问题，听你们安排。去哪里休息啊？你真的要去睡啊？没有，我就是问一下。你们闲聊天。我们的宿舍都可以休息，都可以随便休。这边一直问哪里休息，这边一直问黑板到了没。好忙呀。我吃饱了，睡一会儿，睡一会儿。哎，他们真的要睡。定个时间吧，2点半吧。两点半吧。啊，马上了。当然2点半吧。2点半，老睡一会儿吧。我们2点半出工。